经三年，传三年，经四年，传四年，经五年，传五年，经六年，传六年，经七年，传七年，经八年，传八年，经九年，传九年，经十年，传十年，经十一年，传十一年，经十二年，传十二年，经十三年，传十三年，经十四年，传十四年，经十五年，传十五年，经十六年，传十六年，经十七年，传十七年，经十八年，传十八年，经十九年，传十九年，经二十年，传二十年，经二十一年，传二十一年，经二十二年，传二十二年，经二十三年，传二十三年。秦始皇帝者，秦庄襄王子也。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，见吕布为姬，悦而娶之，申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，即生，名为郑，姓赵氏。年十三岁，庄襄王死。郑代立为秦王。当世之时，秦得以并巴、蜀、汉中、越宛有盈。至南郡矣，北收上郡矣。东有河东、太原、上党郡，东至荥阳，灭二州，至三川郡。吕布为魏襄，封十万户，号曰文信侯。招致宾客游士，欲以并天下。李斯为舍人，蒙骜、王乙、庖恭等为将军。王年少，初即位，为国事大臣。晋阳反，元年将军蒙骜即定之。二年，庖恭将簇公卷斩首三万。三年，蒙骜攻韩，
取十三城，王已死。十月，将军蒙骜公卫士瞻有归，遂大饥。四年，拔瞻有归。三月，军罢。秦质子归自赵，赵太子出归国。十月庚寅，蝗虫从东方来，蔽天。天下义，百姓内粟千石，败绝一级。五年，将军骜公卫定酸枣、偃、胥、长平、雍丘、山、阳城，皆拔之，取二十城。出至东郡，东雷。六年，韩、魏、赵、楚共及秦，取寿陵。秦出兵，五国兵罢。拔破东郡，其军缴掠其之属，徙居野王，阻其山以保卫之河内。七年，彗星先出东方，见北方，五月见西方。将军骜死，以公龙、孤、庆都、海兵攻击。彗星复见西方十六日，夏太后死。八年，王帝长安君陈桥将军及赵反死屯留，军吏皆斩死，迁其名于临洮。将军必死，促屯留仆反戮其师，合于大上，轻车众马东就时，嫪毐封为长信侯，与之山阳的，令毐居之。公事车马衣服院又持列自毐，事无小大，皆绝于毐。又以河西太原郡更为毐国。九年，彗星见获敬天，公卫元濮阳。四月，上诉雍武。即有王官待见长信侯矮作乱而决，矫王玉玺及太后玺已发现促及Professor Michael S. Hart is the originato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年工未乱。Concept of a library of electronic works that could be freely shared with anyone. 皆败绝。For 30 years, he produced and distributed project 矮等败走 Gutenberg TME books with only a loose network of volunteer support. 杀之五十万。进犯虽者，为人也。未结书内史四游说诸侯，中御史魏王。家贫无以自知，乃先是魏中大夫虚车裂以训灭其宗，及其舍人亲者为鬼星，及夺爵千属四千余家，家房林月寒洞有死者。阳端河宫掩饰，彗星见西方，又见北方，从斗以南八十日。十年，相国吕不韦作嫪毐免，还以为将军。其召来置酒，其人毛交说秦王曰：“秦方以天下为事，而大王有千亩太后之名，恐诸侯闻之，由此被秦也。”秦王乃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阳，复居甘泉宫。大所逐客李斯上书说，乃指逐客令。李斯因说秦王，请先取韩以恐他国，于是使私下韩，韩王患之，与韩非谋若秦。大梁人未聊来，说秦王曰：“以秦之强，诸侯辟如郡县之君，臣但恐诸侯何从，息而出不义，此乃智伯夫差闽王之所以亡也。”渊大王无爱财物，戮其豪臣，以乱其谋，不过王三十万金，则诸侯可进。秦王从其计，见魏辽抗礼，衣服食饮与辽同。辽曰：“秦王为人风准，长目，治鸟鹰柴牲，少恩儿虎狼心，居曰一出人下，得志一清十人，我不